他是华语电影的传奇人物，他一身侠骨，英姿飒爽。在他所代表的香港电影女打星的时代里，他无人能及的不仅是高强的武艺，更是强大的内心。此次 Ella 请来杨紫琼拍摄新一期的大片封面，在拍摄现场，她展现出了成熟女性的动人魅力，让众多工作人员也不禁感叹：杨紫琼依然如此美丽。杨紫琼的韵味并不是单纯的美貌，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。20世纪90年代，邦德影片中的女权主义也开始升温，邦女郎开始分担与007分量相当的角色了。其中的典型莫过于杨紫琼扮演的邦女郎，她是一位闪耀着东方魅力的女侠，也是007系列第一个真正中国版的邦德女郎。杨紫琼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身过硬的真功夫，尤其是007系列之明日帝国，更是让杨紫琼成为电影史上武功最强、最具震撼力的女打星，更是打出了国际知名度，也因此奠定了亚洲首席动作女星的地位。杨紫琼的一身中国功夫让人惊艳，在影片中不仅与007合作完成各项任务，还在许多重要的关头救了邦德一把，这让一贯在007系列电影中作为花瓶角色的女演员不再成为邦德的附属品，而是必不可少的左右手。她那矫健的身手、果断的气质，戏里戏外抢尽了传统金发碧眼邦女郎们的风头，终止了邦女郎都是弱女子的宿命。戏内，杨紫琼是侠女，是独立坚强的代名词。她在好莱坞的成名作《明日帝国》已经过去13年，但她的这一荧幕形象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，都已经深入人心，颠覆了西方对华人女性被动顺从的旧有观念。这也是杨紫琼获选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重要原因。这个曾用老虎来形容自己的女人，无论在荧幕中还是在公众面前，都努力维持着独立、坚强、成熟、智慧的形象。但导演李安曾经这样评价杨紫琼：有时候明星自己可能不是某种形象，但观众会把这种认同依附于她身上，像杨紫琼就是隐藏感受，外表坚强，而她本人可能不是这样。李安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：杨紫琼拍摄《卧虎藏龙》期间严重受伤，当时拍了一个星期，她发现左膝盖的大韧带拉断，养好伤后，她又拍了2个礼拜，腿筋又断了。拍她和周润发摇动诀别的那场戏，她的腿绑在架子上，又肿又胀，膝盖也不能弯。杨紫琼抱着周润发哭的时候，李安只能拍脸部近景。他那个哭不是假哭，是真的肝肠寸断。我看演员多年，他们干什么是真是假我都清楚，我晓得他哭的不只是于秀莲的委屈，而是他自己有多少心酸。拍摄时我自己拍片的苦水也被搅动，在镜头后面跟着流泪，我可以体会杨紫琼的感受，她的事业人生走到什么地步。身为演员，当他忍不住真情流露，坦然地暴露在你面前，完全不设防，这种全然的信赖十分可贵。戏内的坚强女人，戏外却是内心细腻。在拍摄现场，杨紫琼接受了 Ella TV 的独家专访，对我们讲述了她即将上映的新片《剑雨》。这一次《剑雨》这一部电影呢，是一个爱情故事。那幕后呢，就会有一点点的打斗。这一个故事呢，很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吴宇森跟江嘉贞跟苏兆斌特别为我写的。会让杨紫琼
是一把剑，但是那个剑是会转弯的，有从各种角度攻击的剑。他用起剑来好像一种纷飞啊，你是看到一个形象，但是你听不到声音，在你听不到声音的时候，他已经杀了一个人。我觉得剑是代表一个君子之风，如果女性用起这个剑呢，都会显得有一份浪漫唯美的感觉。我等了很久很久这一个机会，跟吴导演跟大木导演一起合作，所以这一次拍得特别的开心。虽然这一部电影呢，它的感情的戏好 very sad， 但是呢有很多开心的地方。曾宇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一个演员，我当然呢，之前我们要找一个男主角的时候呢，我是特别紧张，因为呢这一部电影的文戏爱情的故事是非常深厚，还有呢需要一个很好的演员。那我看过他一部电影，我就说 It's him。 那还好，就是导演吴导演Terence 跟大木也是很喜欢他。那我们过程拍这几个月，差不多4个月到6个月了，我们拍了，就变成很好的朋友。那我们拍在感情最丰富最难受的时间呢，就还好有他在我旁边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跟杨紫琼一起合作，看到他对于武打戏的专业，还有他的经验，我在旁边偷偷的观察，然后也偷偷的学到了一些。当然他口头上也非常大方了，非常大方的教了我一些拍武打戏的一些诀窍。杨紫琼老师啊是非常非常敬业，拍戏当中经常打得满地滚，他自己也不说，很不容易。杨紫琼一路走来经历种种，最终成就了现在如此完美的她。而即便是如此完美，她仍然在不停歇地努力奋进，相信她的新作《剑雨》会带给我们一场视觉盛宴。